去过了，我想还有想去，去过了可以再去。去过几次？一百。你才去过三次而已。Thank you.
当劳，店里面有卖奶昔，你又不喝。你敢喝吗？你忘了吗？我忘了什么？你忘了店面有杀人奶昔吗？什么叫杀人奶昔啊？就是你喝奶昔会死。喝了奶昔会死亡，这么恐怖？你去那里学什么？去哪里学的乱七八糟的那个？什么奶昔啊？Thank you.
想起一个问题哦，为什么不能授权陈志光他去陈志光他们去验收？他不是我们哦，可以授权他们去验收是吧？我以为是不能的，我以为他们不是跟我们不是同一公司的不能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没有，我肯定也是要回去。我是突然想起这个问题，既然都可以授权，是不是因为跨了公司所以不能？照理说应该也是不行的，你要同一个公司才行啊。你这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图签的人员都只能用自己公司的，不能用别的公司，不能用那个二级单位的设计单位的人员，对吧？应该还是有区别的。夏欧的验收也是用的他们的人是吧？哦，是可以的是吧？夏欧都还没开始做呢，怎么没进攻验收？验收可以回复，那个倒是还好，但是这个看经理要求吧。你像滁州就要求一定要本人到现场。不用，回头我明天问遇到再问他嘛。以后如果授权给他们厦门的，也不是刚好每次都要回去的啊。厦门这里，这个还是比较宽松，这个我还是比较，我以前也经常出差，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跨公司的行不行，因为如果查起来的话，他你们这个不是同一个单位，说实话。啊，那个不一样，有些只是代签而已，那还好。啊，因为洪总上午在问我，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，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是不同单位，不应该是这样，可以这样直接授权，不应该授权给外部的人才行。哎，不过还好啦，如果是王哲导致啊，如果是苏总，估计是不行的。还看人吧，有的人不是这个，你不是你外部人员，谁知道？对呀、啊，回头我问一下他，我查了不严重。主要是要赚这一天的价。人家授权委托书应该有的还会要求附上那个身份证呢。还有鉴定可能比较松，无所谓。回头我问一下他吧。
同事也在找，我同事上午也在问我。是啊，如果人家扣了，那我装备室我就不出图了。你这，因为装备室是这样的，它2002年的那个基本设计费是只有基本设计费是建，相当于只有建筑结构、水电暖这5个专业的设计费。对，你绿建，像这些绿建。他原来，因为他计费那个勘察设计取费标准，他只有2002版的，2002版的取费标准里面是不包含这些，对你连以前也没有病吗？也没有绿箭海绵啊，也没有装备室，这些都是没有的，啊，对啊，对，我跟我同事说一下，然后找一下，好，等我找到我回复你。
过了，你看一下你的系统能不能正常了、啊。就是你昨天发的那个吗？啊，你看一下，然后跟我说一声，如果没过的话。我不知道哎，反正市场部去弄的，他说他已经弄过了，他说那边已经跟通知他审核过了，昨天就审核过了，他不知道行不行。早上，那你如果没过，你再跟我说，我再跟罗国英说一下。是按那个透水砖还是按那个纸草砖？不用，就反正就是跟后面的标段都一样嘛哦。哦，那可以啊，不管了、啊，反正如果是草，就是它只要能几个标段统一就行，价格不要超嘛。行，然后确定就行了，到时候确定好了。因为我是准备想把那个出。把那个，对呀、啊，我施工图今天可能今天就上传完了，就准备送审了。然后送审完了以后，可能就有点施工图连带的一些情况了。行，不，他只要定下来就行，定下来他就可以直接报预算了，而且比较简单，因为这项目还有富余。